除了那些重做归来的老牌英雄之外，还有一些额外英雄也得到了小幅度的加强。其中改变最大的就是路比，无论是角色外观、图标、特效都进行了重做。当然，最主要的还是他技能的特性。这个改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他的战斗力，尤其是团战的时候。那么下面我就简单的讲解一下他每个技能的改动。首先是削弱的部分，现在的路比不能再靠普攻来吸血，只能靠技能打出的伤害来吸血。其实这对他综合的作战能力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，毕竟路比是靠技能来打伤害的，普攻只是用来衔接每个技能的空档期。然后最近一次的更新好像又削弱了他的那个血量和防御，这让他在前期的时候会比较脆弱一点。而加强方面主要有两点，第一就是它的跳跃距离比以前远了不少，就是我们每次释放技能后的那个位移效果。我认为这是个很不得了的加强，让路比在战斗中有本质上的改变。跳得更远就意味着他的行动可以更灵活，无论是追击或是风筝敌人都有很不错的效果，就好像唐婉婉那样身手敏捷，稍微笨重一点的人根本碰不到他。想象一下，路比本来就是个战士兼坦克，就是再有这么高的灵活性，战斗力会有多么惊人。那第二个被加强的地方就是他的二技能，现在二技能的施法范围比以前宽了一点，这样可以更容易的控到远方的敌人。所以这两方面的加强能让路比很轻松的黏住敌人，可以大大的降低让人残血逃生的机会。总体来说的话，就是现在的路比更加的灵活，手也变得更长，更容易碰到远处的敌人，在团战中也有更广泛的操作空间。现在我们说一下他的生存能力。据我目前的了解，路比应该是所有角色中物理吸血最高的一位，就算不是第一也是第二，可能还有比他高的我不清楚，比如花火。强大的吸血可以说是路比的特色招牌，也就是因为这个特色他才能兼任坦克的地位。其实很多玩家在这一方面都有一个误解，到底要以什么特征去定义一个坦克角色？有些人认为无论玩什么英雄，只要出坦克装备，那他就是坦克。有些人却认为天生就血多防御高的角色，那个才是坦克。很多时候玩家们引起的争执都是因为这方面的看法不一致，通常都是在选人阶段的时候就开始爆发这种没有必要的口角。你选的人我不满意，我选的人你也不满意，结果就是游戏还没开始就已经吵起来了，这样的情况应该不少见吧。但我今天不想吐槽这个话题，我们继续说说关于坦克的定义。以我自己的理解来说，定义一个坦克其实很简单，无论是出什么装备选什么英雄都好，这些都还只是其次。身为一个称职的坦克，要做到的无非就两点，
第一就是要扛得住伤害，要替队友承担伤害。第二就是我们承担伤害的同时还不容易被杀死。用四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生存能力。只要我们在战场上不容易死，存活率高，那就是一个坦克。你能在战斗中生存多久，你能替队友承受多少伤害，你是否能掩护其他队友输出伤害，能做到这些你就是一个好的坦克。很简单的。而且我相信我对坦克这样的理解大家也应该很认同吧。除此之外，当然装备和角色的选择也会影响一个坦克的生存能力。只要你的选择是对生存有帮助的话，其实就没有必要做太多的纠结，也不需要在意别人是否认同你的玩法。我打个比方，比如孙悟空可以用他的分身来扛伤害，尽管他不是坦克角色，也没有出坦克装备，但他可以通过迷惑对手来替队友承担伤害。既然伤害打在分身上，悟空的本体就不会受到伤害，这样的孙悟空就是一个坦克，因为他已经做到了以上两点，能吸收大量伤害又不容易死。但如果你真的把悟空当成坦克来玩的话，你肯定会被队友骂翻。这就是我说的，不要太在意队友给你的评论，只要你对你认同的玩法有信心，那就大胆的去尝试。当然也不要太受限于游戏的设定，比如说游戏给悟空的定位是战士，但如果你已经研发出了坦克的玩法，你自己又对这个玩法很有信心的话，那就按照你的思路去玩。总而言之，游戏的套路是很灵活的，不需要盲目的跟着公认的玩法去玩。好吧，有点离题了，我们继续说说路比。这把游戏团战打得不多，也许你们没有看出来，但我能感觉得到，路比打混战是很强大的，只要自己不被秒，就能一直把血量吸回来。除此之外，他每个技能都有不错的控制效果，一技能减速，二技能昏眩，大招能把人拉回来，每个技能都是群体效果，一般的匹配和排位很难看清他这方面的优势，在大乱斗模式下就很清楚能体现出来。只要做到适当的控篮，确保自己不被秒，那么在混战中就可以坚持很久。至于装备的话，你们也应该发现到了，我只做两件吸血装，还有一双翅膀。鞋子的话就物防或魔抗，根据对面阵容而定。剩下的两件我选择的是防御装，统御圣盾、蛮力胸甲或神域，也是看局势而定。那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是乐言，游戏愉快，拜。